你把这个机就我不会拍你脸的、啊、没事。然后就是网络产品设计他说我们讲起来是用鞋的处理。哈喽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中大师 vlog， 我中大师。现在呢，我在商场里面吃汉堡王，然后前面有一家 Nike 专卖店，上了 PG4， 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实鞋。然后呢，我待会就去买双鞋，正好呢看看销售小哥会怎么推荐这双 PG4。现在我们就进行非正常拍摄，去跟我一起在专柜买 PG4 吧。Hello， 我可以拍东西吗？我拍那个购物分享。可以拍视频吗？哎，好，可以的。最近上了很多新鞋嘛？上什么新鞋？现在这个嘛，对吧？对，就 PG4。对 ，PG4， 然后 Kelly Owen 的那个Kelly Owen 6的新年款。那你平常您平常打球吗？我打。你打？现在不打了，现在不打了。就是以前打。那你可能。这边推荐的话，你可能最近卖的火。我个人更偏向于欧文6。欧文六，对，脚感会舒服一点。那可能这里面最新的就是这双 PG4， 对吧？对，现在目前最新的就是 PG4， 然后其实欧文六跟 PG4 差不多了，上脚更舒服啊，肯定是欧文舒服。这个你试过了吗？对，因为我自己会打的。就到店都会抢先试一下。对，然后其实。就我不会拍你脸的、没事。然后就是 PG4 嘛，保罗乔治嘛，一直打后卫嘛，肯定这个鞋也不错的，对吧？定义他的鞋就是后卫鞋嘛。啊，对。自从那个我们保罗从雷霆转出去之后，好像他的现在名气就不是很响。保罗乔治的款追不上欧文的款，或者说是保罗乔治的款根本就追不上我们 LeBron 的款。哦，就等于也有可能连我们的 Happy Dunk 也做不过。Happy Dunk 是，对，就这个，对，这个现在店里卖的好吗？这双鞋一直卖的很好，因为它的脚感，对于实战的来说，永远要比那种正儿八经的那种鞋子要好。哦，就是什么鞋？你不好说。好像它这个气垫比较大，是吧？也不是，其实这双鞋更就是我们打个比方来说，更注重于篮下一种争抢。哦，对，内线可能。而且它的帮高嘛，就是防右脚嘛。原价买的，我们PG4的话，它是不是还有什么科技啊？或者说你们可能一些卖点什么的，在这个专柜里面的话 ，PG3的卖点我倒知道 ，PG4 的卖点看一下。PG4 我们还没有看杂志，那个时候我们。还没有去开会，但我知道这个拉链设计是，保护那个脚背啊，保护我们脚背不容易拉伤，更好的固定你的脚背。我看里面还有，哎，这个里面是气囊是吧 ？L 气囊。我看起来这双好像还不错的样子。它一个后掌的话，应该是一个 Nike Air 的气囊。这是4R半的。对，这是4R半的。穿进去。啊。前面顶吗？会有顶吗？大脚趾在这里。啊，那有点顶啊。那应该拿双13的差不多。13应该差不多。保罗乔治鞋我们没有很大。啊，不，很小很小。对，保罗乔治鞋一般都我们讲起来用鞋的属于讲的中规中矩。做这个题挺好的，我觉得每天这么多鞋，对吧？看如果自己喜欢鞋的，我是为了想买那种稍微好一点的鞋子。啊，有点小折扣是吧？看到一些好看的，就像我这个，其实这个鞋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什么，当时就刚出来也没有折扣，我们就自己买。对。所以说，耐克员工什么都有折扣，这个是留言。对，什么都有折扣，这只是个留言。如果这么开心的话，都来当。这个就我看机场鞋，这个就稍微相对来说，它的鞋面的包裹性。应该来说，比其他鞋子要充分，对吧？对，是的，感觉上包得挺紧的。那我们就今天把这双 PG4 买回去，做一个购物分享。然后这双鞋是849。OK， 现在开票。扫码支付。又花掉849块。扫码
最近买这双鞋的人多不多？我是不是第一个？不不不，之前有一个小孩来买过。其实买 PG 四的一般都是粉丝，真的是高中生过来买，带家长来买。我一般都不推那个1599的鞋，太贵，对他们来说没有意思。你说17、18岁要长个子长脚，你买这个贵啊？对他可能没有穿3个月。像我们正儿八经上班的，你说哎，我喜欢詹姆斯，我是他粉丝，我要弄一双他鞋，那你完全可以去买，对吧？正儿八经的，一般我就开溜粉推一推，就这双鞋推一下，这个推一下。如果正儿八经就人高马大那种，那就 Happy Down。哦，就你还是会根据这个对客户的年龄，还有他的一个。那、啊、我觉得这个非常好，这个非常好。因为自己打球嘛，以前自己打球。哎，这个后面也是透明的，是不是跟那个一样的？它里面它不是，它后掌只是给你看一个东西而已。哦。logo 啊，前掌最主要还是一个前掌的一个 Zoom Air， 它会写在前面。耐克很有意思的设计就是 Zoom Air 在前面的，基本上就是。就是在前面。对，然后在当中的基本上就是一个全掌的 Zoom Air。其实我觉得做的很搞笑的就是这款啊，这个是、啊、杨尼斯，很炫吗？很炫吗？这个杨尼斯的一款鞋子，我它不是一个打后卫的啊，它对它不是打后卫，它高个子，对，它是打那种中场位置，前锋的，为什么设计一个低端的鞋？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有点像那个科比的鞋子，对对对对对，你像这种啊控球后卫。对吧？或者是小钱，你去设计一个这个鞋还可以，但他都喜欢隔扣暴扣那种，穿这个鞋不危险吗？但是，对吧？是的，起跳那种，对吧？落地，这个鞋虽然啊，松弛点。就是有时候你也不理解耐克为什么搞这种东西。我其实很有时候我自己也想不通耐克为什么会，就是啊，其实凯里欧文鞋设计蛮好的。小前锋也小前锋，这个帮也可以，中帮了，保护也可以。对啊，也可以的。打打能在三分线外打，也能在三分线内打，对吧？也能在中线打，对吧？你不靠近篮筐了，我们也不去跟你争抢，对吧？能晃过你上个篮，我们就晃过你上个。但你这个鞋，我觉得这个有点保护措施，对它，因为是第一代，它的保护措施很差。这是实话，就保护措施的确没有做的像这种，对吧？那么扎实。其实一般性像厉害的大明星系列和。PG 啊，凯里欧文，杜兰特呀、啊，然后勒布朗啊，他们都是做室内的啊。他那些几乎因为贵嘛，对贵，都是做室内的，打木板的那种。可能人家学生打水泥，你根本不推荐他买。对对对，除非是死忠粉。那你太耐磨了啊，太不耐磨了、啊、这个鞋，你上了这个。在店内购买 P 四的任务完成，其实小哥非常健谈哦，就是能够碰到这种聊得来的这种销售导购，其实聊聊天还蛮开心的。然后现在就回家，对吧？就是像、啊、其实凯里欧文鞋设计蛮好的，小前锋也小前锋，这个帮也可以，中帮了，保护也可以啊，对啊，也可以的。